寻常见，因为把这个拉长嘛。好，那这个我拉到这边，你看它肯定可以啊。所以我是跟着它的用笔差不多这样。可是你看见我这个流畅度就和刚才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一直写，一边看一边写一边看，可能需要一点练习啊。通常是这样的，你花时间多，当然会比较理想，逃不过的了。看到这个长风，很习惯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有点，这边其实就写到堂前的有点，还有很多啊，起。我可以拉长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梯度，如果我要的啊，不要的话，我还是照这样。可是如果我有照顾章法，我可以或者是不要这个可是如果一拉上去，我拉下来就比较顺了。几度纹正，正是将。好，我是这样说。风。紧。落我把它修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头太小，看到吗？头太小，改一下。十，看完后，时节又逢春，时节，又，逢，它是这样。两个可以，我们讲可以，
冯军，军可以，军，它是很重。这个哦、啊，你看这个是不是比较流畅？是吗？因为写因为它单是不同，所以你写流畅可能是牺牲的用笔，你太过专注又牺牲了流畅，所以最后是要找平衡，就是这个，使得它又流畅又有一点生活。啊，这个直接可以，感谢，你没有太奇怪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这个，这个来写。哈哈哈哈哈。我来写这个。Okay. 第一写下来。开玩笑，没有。可以聊。没有，没有。